原來直頭依度都粘埋我，我支包輪寫唔到咁樣。嗱，第二筆佢就係兩筆嘅喎，佢就係兩筆嘅喎，佢就依度已經開始啦，佢就兩筆嘅啫。咁我咧就我意思就唔都唔一定話要兩筆嘅，你寫三筆都得。啊，仲有一種寫法咧。依度咧就係一剔就算噶啦，即係點樣樣咧嗱咁樣樣一剔咁啊算噶啦，佢依個就咁樣樣咯。啊嗱，再寫一次啊，一剔咁啊算啦。啊，你實際上咧依一剔就將依兩筆就連埋咗，連埋咗，咁啊再寫依個咯，再寫依個咯。